文林县政府积极推动各项福利政策，减轻身心障碍者以及照顾者负担。今年县府也甲文林县福建青年协进会共同合作，举办身心障碍家庭照顾者自卫奖表扬活动。今年也总共有10位照顾者得奖，并且由县长刘立新颁奖。期待透过表扬，予照顾者肯定以及感谢，同时嘛，予社会大众看到这份温暖的力量。婚姻关内有将近50名诶，身心障碍者，伊伫每一个身心障碍照顾家庭背后，也拢有着非常感人诶故事。为了感谢遮个照顾者诶付出，婚姻关长也特别和婚姻关福建青年协进会共同举办着自爱奖表扬，今年总共有10人来得奖。那身障者本身呢、啊，无论是在身心方面哈啊，可能在情绪的控管方面，或是在啊这个生理上哈啊，会面临到很大的这个挫折啊。但是呢，照顾者本身要非常有爱心、有耐心，持续不断的哈、啊，那坚毅的哈、啊，能够持续的来照顾他们哈、啊。我想这个样的一个情操是非常难得哈、啊，也是让我们非常敬佩的。婚姻关怀跟青年协进会表示，作为将表扬的今年已经进入第11档，希望透过对中者勇敢坚持，而且无私付出的精神，让因来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以及鼓励，也借着表扬活动，将爱以及善的力量来传达社会每一个角落。筛选出10位的那个得奖组，哈，他们的那个坚毅不拔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鼓励他，让社会大众能够看到。身障者或是身障家庭的照顾者，他们比别人付出更大的心力，值得我们这样去推广。婚姻县政府积极推动各项身心障碍的福利政策，除了有着日间照顾、家庭托顾、居家服务、身心障碍者免费投保等等服务，希望一旦来协助身心障碍者以及照顾者来得到妥善的福利资源，同时来降低照顾的压力。咱有遮个照顾者的即、這个共同的团体，这个团体辅导，也是讲有因有真侪诶，即个背力或者是食一寡疏压的即个课程希望讲透过因团体的活动，大家互相鼓励。共同来支持共同分享照顾的经验。透过身心障碍家庭照顾者的自爱奖表扬，除了照顾者来分享彼此的经验，提升家庭照顾的动力，同时也来号召社会大众对身心障碍者的重视，促进身心障碍者的人权。记者江怡晨报道。